后这是我昨天值班的时候呢，一个妈妈带过来的一个17岁的小男孩，他的双脚呢是自己在家里挖了的，但是还是很疼，然后他过来掏一掏里面的死皮。你以前没有修过脚，今年十几岁啊？十七岁，然后一直在自己在家里挖的是吧？嗯。等会我给你挖的时候，你不要动，然后你如果疼的话，你就喊，啊。这个指甲都被你挖成一个卷甲了。今天我们值班，啊，今天我们是值班，你要先坐一下了。哦，先坐一会儿啊。这个地方被你都挖残缺了。我一哈来，什么时候就过来？啊，好。好好慢点啊！别来呀，你我在前头啊。嗯，好。好疼不疼？好多死皮啊，像你自己在家里挖只能挖这个指甲，像这死皮就在嵌入这个里面去，它越来越厚越来越厚，你就会感觉不舒服。这个甲沟就像眼睛一样，容不得一粒沙呀。这里很大一块，疼的话就跟我说啊。好大一块，好，出来了。这么大一块，你看，全部都是这两边挖出来的。好，出来了 ，OK 了。宝藏男孩。这边最疼啊。嗯，那你这指甲有点断进去了吗？那好，出来了，好，出来了，还有死皮。大一块，忍一忍啊！好，出来。疼不疼？疼归疼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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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。